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之，我是贝贝。我们今天要去西西的生日派对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接他的朋友，然后我们要前往阳明山。可是这三个朋友我不认识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，因为我们是要给他一个 surprise， 对，给他惊喜，然后要先上去布置场地。对，耶、yeah ！西西的30岁大寿，Go。是为了徐熙婷提早来包厢，大家吹起来！我很会吹，吹，你可以嘴巴吹。哈哈哈哈哈！等下 ，Joshua 表示很担心。不会啊，他感觉蛮会吹。没有，他太紧了。今天呢，我仍然是当那个废物。今天由我来掌镜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要粘上去了。我要带胶带，他应该丢上去就好了吧？哦，我们不是用氮气吗？我跟你讲，你氢气还是氮气？是哪一个气？哎、欸，氦气、笑气。他说他想要。哎、欸，他加油，张凯君，你这动作真的好恶心哦。西西生日快乐！好恶哦。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蛋糕，30而已。超烦的。我们要打气胶水。对，然后你说要怎么塞满？用力灌它。用力塞上去是不是？吹爆是不是？你不能也不能灌太满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，我们不能错。刚刚好。我很会吹，哎呦，嗨，哎，可是那个位置看得到流苏吗？我想说可以直接粘上去，因为他进来会看到我们这个包厢的这边，就直接亮蛋糕了。王千文的手机在响，怎么办？徐熙打电话给我，出去，拿出去。说你要去唱歌，陈燕有约唱歌。说谎大王，哎，你是不是平常都在骗我？对啊。他想要，他说他想要试试看用嘴巴吹。哦，听错了，听错了。哎，我觉得你回去剪，你回去会笑哎，因为我们讲的话都真的是很肮脏。背好标。对啊。还有废话，我干嘛粘胶粉？哈哈哈哈哈！预算有限，没办法。我刚还在那边想说，为什么我往下跳？等下要胶，怕没有我的镜头，所以补一下。粘不上去。要拍一个胶吗？可以，你帮他拍一下。等下看20秒。然后整个画面都是我站在桌子上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一个生产线，打气，放绳。那这里怎么在吃东西？你知道一个 party 最重要的灵魂就是食物，我要帮他试菜。傻眼呐！试菜这角色很重要。好吃吗？还不错，不然我也来试好了。对，吃一口，吃一口。爽。我过来一下。OK， 我们现在要把外面给封起来，这样你们走下来就不会露馅啦。Surprise 在里面。
是他们十二点来，对不对？十二点，还有一小时，还有一小时可以玩。最高品质，静悄悄。开门手，来装。开门担当，对啊，开门担当。It's okay。给我闭嘴。我们到草山喽。因为我一直看得到那个。那你眼睛先闭起来。应该到了。停车吧。到了。还没停车，差不多啦。禁止聊天，现在。禁止聊天。好严格。到时候大家禁止呼吸一下。那你们等下开门，你们是要等他们已经坐下来了，然后再突然间开，还是坐下来再突然间开？听他们在讲什么？听他们讲什么？好。所以他们就来不及做，只有昨天可以做了。我们两个礼拜前讨论这件事情，然后他昨天才有时间做。我筹备两个月，我应该是学习两千万的。你看连陆可都来了，都从宜兰来到这里。来了，哇塞，你现在出现了耶！我八点多工作完直接杀过来，从越南来了。那你也不顺便去带一下蛋糕，还让我家人送，这样对吗？从宜兰，从宜兰上来了，从明世。开玩笑的，来哟，拍手掌，先许愿啊！哎呦，好好，先拍照。一二三，再一次，一二三。所以你们刚刚在这边是在聊什么？他说要不要去过外面的位置？我问他说，还是我们换到外面的位置，就是看看景色这样。里面有点闷。哎，来个 boomerang 亲亲一下，来。所以到最后一块，来一下。我还很怕韩森到底知不知道有没有接到我的暗号。来，请坐下，请坐下。一二三。还要亲一下就好了。哎，我们自己有，我们自己有 boomerang 演那个，我们自己有 boomerang 演回。好呀，还给我带特效。许愿啊！天哪，好可爱哦！第一个愿，希望在场的大家都一起赚大钱，工作稳定，然后越来越好，都不用为了生活或是任何一点烦恼而担心。第二个愿望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很好哭，你怎么有点想哭？我就觉得有点，现在可以落泪了，怎么办？毛笔写的，看到这个我就相信是我姐他们做
天哪！在很遥远的那一刻，我有一度觉得会不会老王今天是要给我一个惊喜？可是想到啊，算成这样应该是不可能。还跟我说要看那个电影，然后你知道我们看了什么吗？无声，闷到不行，我在想说沉重之一路上我就跟他讲说，哦，我心好闷哦，然后越看因为都是强暴，因为什么，我就好痛苦哦。对。哎，一个几点？一个让我完全意外之外的婚，那个求婚的话，我包10万给你，我相信你影片就会成功的。Love you， 可爱的弟弟，打勾勾，没问题，10万 is OK。都不错，想不到吧？不是我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不用录我，不用录我。Solo un rayo del sol cambia el tiempo。